各位观众，我们很久很久没有为各位做散步的影片了哦。今天哦，我们看到我们大大下午刚吃完药，我大大呢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基本上呢已经超越他之前的状态了。我们多多在树下正在好好的享受着他的球球。好，我们阿九回家，阿九就是持续保持他自己的节奏，我们让他慢慢走。那今天我们带除了屁桃还有 Happy， 我们带他们来我们这一边，你有看到吗？他们现在要来玩水球，哎呦哎呦，一定很好玩的。我来玩水球咯。湿掉了。哇啊，你会装球吗 ，Happy？ 给这个 ，Happy 拿一个。怎么装呢？你叫屁桃教你。你看这样子 ，Happy， 你看屁桃，看屁桃怎么装？玩掉玩掉。哦，也太大了吧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你也打雷出去了。碰个，大大给我碰掉头。再一次，打雷出现了。来啊，弟，你看屁桃怎么套？光，可以吗？怎么开呀？很难哦。好，我们都哦，多多的蛋呢，来，来来，没问题，来，去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阿九，哎，阿九在远方呢，有自己的节奏。九哎，你真的去香港哦，帮我买一个排骨便当哦。啊，我要鸡腿哦。嗯。阿九，叫我慢缓解哈，谢谢哦。我包一碗汤嘞。我包一碗汤。你不玩气球了，你这么快就放弃了？职业乱入人家打球的行列，然后哦，人家在跳绳，然后走过去给人家摸一下，呵呵，人家送啊，哦，佳佳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小乔再给我，小再给我，去吧。大大，你有什么造节吧？是呢。大大，你们两个就湿掉了。你们瞧，大大的屁股，有够短的。是哦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去吧。哎呦，大大帅哎。过那个。哦，大大。大大。坐在那边直接捡现成的呢，哎呦，你很帅哦，大大。谁要？谁要？是谁想要的？你跟我讲，这个是谁想要的？是你还是多多？啊，去吧。你不要不走啊，还发呆。哦，多多来。我们全家呢，只有多多一只狗哦，运动担当。去了，没有错，那你往丢丢那里丢，都没有错。对，要丢我，谁要丢我？不会错。好，那 Happy 丢丢看。妈妈，妈妈，去把气球洗一洗。为什么？气球太脏了吗？
哦，上面有树叶哦，脏脏的。那、啊、你们，那、啊、你们洗完才丢、哦。啊 ，Happy 丢吧，丢，哈哈哈哈哈，落差，哈哈，哦，我刚落差了。要你每一个，你再过一个，妈咪帮，再过一个嘞，那个。没有破哦，打不破哦。这里，等一下。是不是打不破？洗一洗。你还要洗一洗啊？你放心。哦，你叫我放心吗？你要把它洗干净的意思吗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九九，现在在我们，他已经走到了遥远的远方了。阿九，太大，我眼睛大。豆豆，喘哦，啊，很热哦，要不要跟这些屁孩一起玩水球？压不破，对不对？你压得破吗？压不破啊！压不破、哦，那、啊、你把水球洗干净吧。好，去吧。哎呦，你看屁桃 ，Happy， 你看屁桃，屁桃有胸部哎。等咩放？啊！摔不破，摔不破。我多多你真用嘞，这边去。哎、欸，不要在我的裤子这边挤！不要在我裤子这边挤！哎呦！哎呦！妈咪，这里只不剩下奶。妈咪，这里只不剩下奶。嗯，不是的，米达。嗯。以前小时候。小时候大人都说不要喝生水，大大不得炒你耶。下来，妈咪去咯。你干嘛？你要踩哦。哎，多多，我你帮你家里带，你带你长，带来叫醉了，叫醉。冰凉吗？啊？你需要冰凉一下吗？好啊，怎么冰凉一下？你教我。叶子，然后。啊？怎样？咦？咦？又绑起来了啊。绑起来就喷不出水了。Happy 踩踩啊！你看哥哥，都说他要踩。你看啊、哦，屁桃用踩的，会破吗？来，吹了来。一二三，踩不破。等一下，你把豆田又脏脏了。我大大直接躺在水池、啊、水洼上。你的肚子哦，起来啦。有吗？踩得破吗？现在的水球呢，质量很高。啊，不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水球。我不想要绑着。你不想要绑着，可是它已经绑住了，我也拆不开啦、啊。我不要绑着。那你可以，你把它捏破吗？你可以试试看捏捏。啊，屁桃弄破了！屁桃弄破了！超强的。Happy。不，我踩。皮皮加油！踩破，小心不要跌倒哦！哦，这个球这么勇哦！关起来，这个球这么勇哦，踩不破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就很喜欢把鞋子穿，就是穿反的。哎呦，水哦，破掉了 ！Happy， 你成功了！哦，还点头，很得意嘞。再踩踩看了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，好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那等一下这一边结束呢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哦，礼拜三呢今天有夜市。那我们晚上呢，因为今天我们最近山区一直在下雨。你儿子可以湿吗？他可以湿吗？啊，来啊，别来拢来啊！那么等一下呢，这边结束。看可能会带他们去吃个冰，然后最近一直在下雨，那难得放晴哦，今天一整天的上午的都在下雨，那放晴以后呢，就准备
晚上带他们去夜市玩个弹珠啊，希望晚上会有捞鱼可以让他们玩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三宝跟小朋友的状况。哦，很久没有做散步的影片跟你们分享，所以今天难得发一下。那，啊，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爷现在已经走到哪了。我们这台回头车呢，已经走到了我们前面的走廊这边。佳佳，哎，记得哦，一个排骨便当跟一个鸡腿便当啊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了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